我们再喝一杯。别伤心啊，那个男人根本就不值得你伤心。全世界好的人男人这么多，相信我，你很快就会找到更好的。欧兰，谢谢你陪我。傻瓜，我是好姐妹。你一个女生喝那么多酒，你觉得这样像吗？我们认识，不管你的事。关我什么事？家，你什么态度啊？我救了你。所以是你脱了我的衣服。对啊。好，看在你没对我怎么样的份上，我不跟你计较。但是，此刻开始，我们两个是陌生人。
如果以后遇到的话，请装作不认识，知道了吗？出去，我要换衣服。渣男，这句是对的。现在怎样？一个挂我电话，一个不接我电话，啊？荣阳，我有个消息告诉你。什么消息？你猜。我靠！你把音乐版权搞定啊？顺。我们毕业那会儿，演唱会不是没办完吗？所以现在我们就认真一点，把下一场搞好，我们一定能成功，相信我。对，这次肯定可以。你们先休息一下。你好，苏米，这是我们的品牌商列总。你好，我是列明言。你好，我是苏米。恭喜你，你的作品已经被我们选上了，你已经成为我们公司首席设计师了。谢谢。啊，我觉得我们之后可以有更多的交流。当然，这是我们公司的荣幸。诺兰，我觉得苏米真的很不错。当然啦，苏米可是我们公司非常优秀的设计师。你真的很有前途，我觉得你会越来越棒的。我会加油。好，走吧。这个角度帮我拍一张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那边再拍一张好了，我想看一下后面。怎么样？我觉得不错。我说你，嗯，你怎么样？我怎么样？什么呀？我有个帅哥介绍给你。别胡闹了，工作。我说真的，
我到时候把地址发给你。不掉了。素敏，你看这个怎么样？他呀可是三家上市公司的老板，这样的钻石琅琊五啊很难找的。条件这么好，怎么还单身呢？人家这种优秀人士啊，哪有时间谈恋爱？我可是约了他好几次，好不容易才帮你约到他的，你要好好珍惜机会。我又没要你帮我约。得了得了，等等见面再说吧。哎，来了来了。喂，你这五个亿就给我抛了，挂了啊。苏敏，你好。你好，少峰。你好，苏敏。那你们慢慢聊，我就先走了。你不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吗？喂，哎，我们先坐吧。不好意思，接个电话。喂，我那房子，你找的地方太偏了，它根本不值一个亿呀。你这样，在中环这儿给我买一套啊。分期付款，根本没那事儿。挂了啊。不好意思，那个。买房子自己住，上点心。忙，我这特别忙啊，什么事儿都要问我。哎呀，哎，你这儿点了吗？哦，你看吧，我先去个洗手间。跟你说了，你我在谈事。你谁啊？叫高阳。你想干嘛？我要干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马上就要照顾苏敏了。苏敏呢是一个非常没安全感的一个女孩，很容易受伤，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她。就算他骂你，你也不能骂回去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他，一旦温柔一点，如果他哪一天心情不好想去喝酒，你一定要陪他去，但他一定不能喝超过三杯，不然他会吐。他很爱看恐怖片，但是他胆子很小。我知道了。她就像一个小女孩一样，喜欢吃冰淇淋，喜欢吃甜点，所以偶尔多给她买一点。那就这样吧，我就把苏敏交给你了。你，苏敏，你很幸运。我觉得你们俩更适合在一块儿啊。他这样吧，今天这顿我买单。你们俩好好在一起啊，我先走了。谢谢啊。手机啊，你们俩好好在一起啊，好好在一起。你为什么在这？你公司名片掉在我家里，后来我就跟你到公司，然后再跟你来这家咖啡厅。
你想怎么样？我想怎样？我让你做我女朋友。我为什么做你女朋友？你不走是吧？我走。喂，陌生人，我警告你哦，别再跟着我。我说你别跟着我。干嘛呀？跟踪狂。你要去哪？干你什么事啊？干我什么事啊？是我喝醉，是你把我带回家照顾，可是这不代表我就要做你女朋友吧？对，我照顾你，所以为什么你不能给我一个机会呢？给你机会？你刚刚这是在骚扰我啊！我怎么骚扰你了哈？神经病啊！喂，你干什么啊你？就是喜欢你怎么样？我就是你搞不定的女人。那你这句话就算了，啊？谁管你伤不伤人啊？你知道你现在说什么吗？你干什么啊你？变态！你给我滚！我的包包呢？不好意思，我的包包好像丢在刚那，你可以，没关系，你这里停好了，我回头去找一下，谢谢。今天真是衰爆了，遇到个神经病，简直是莫名其妙嘛。心跳隔着深深的海岸线，即使最美丽的晴天，我警告你哦，别再跟着我。依然没有彩色的画面，耶，深埋就是你搞不定的女人。每一份想念，似乎早已都听不见。你变态！梦里喊你名字的瞬间，若有期限，请度量着我们。您好，请问找哪一位？我们设计师舒敏。好了，稍等一下，替您转到设计部门。这里是我工作的地方，请你不要出现在这。你有那么讨厌我啊？我忘了你的包。等等，你下班还有空吗？没空，永远都没空。哎，这位先生，你不能进去。为什么？这是我们公司规定。苏敏姐姐可真窝心哦。这是谁送的啊？对呀、啊、这是谁送的、我看见了，苏敏，我可真羡慕你，是个超级大帅哥，超帅的大帅哥。
是不是爱上他？不可能，不可能爱上他，不可能。是不喜欢吃这些的呀。谢谢。怎么，谁送的？还能有谁啊？谁呀？肯定就是那个讨厌鬼。苏明，那个花收到了吗？花？啊？你送的花？哦，收到了。那个今晚有约吗？没。那晚上我带你去认识些朋友。哦，好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晚上我来接你。嗯。好。15。说了，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，我在工作。哎，诺兰，那个列明彦，他约我今天晚上。全公司都知道了，关键就看你自己怎么想。我怎么想？嗯，我跟他那么不熟。那就要你自己决定了。哦。记得啊，只要思想不滑坡，困难总比办法多。呸，是办法总比困难多，好吧？去。大帅哥，我是真的不能让你进去。苏米他很忙。无所谓，萌萌，你让我进去吗？大帅哥真的不行，他不想见到你。快一点，让我进去啊，不然我在这等他。不是我不让你进去，这是公司规定的，闲杂人等是无法随意进出。如果你这么想要谈恋爱，你可以来前台跟我谈呢。啊，这里签到。啊，谢谢，我明白了啊。签个字。哎呀，送这个重要签。谢谢啊。你干什么？你走什么？干嘛？干嘛？啊！我说什么？滚！没事。一个神经病。今天这个派对很多人吗？人很多，
大多数都是我设计圈的朋友，正好带你见一下。好。别紧张嘛，有我在。嗯，走吧。介绍一位新朋友，他叫苏米，是位设计师。这不是你女朋友？我什么时候换口味了呀？是你真好。大帅哥，你快来带苏米走，他现在有危险。今天晚上我包场，大家尽情喝，干杯！Bring that ass back like a bo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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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oom.苏米，苏米，你再喝点吧。列总，请你放尊重一点。放尊重点？你看看这些女，哪一个不是求着我？我会让你成为最顶尖的设计师，我是在帮你啊。我没有你，我也可以成为顶尖的设计师。靠你自己就想成为顶尖的设计师，你要奋斗多少年？你看看这些男的，哪一个不是公子哥？随便搭上一个就能活一辈子，你知道吗？啊！你干什么？你装什么清高？等着，喂，琳娜，我没事。嗯，拜拜。男生都是这样表里不一的吗？你看不出来我很专情吗？嗯，高阳，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，刚刚你救了我，我很谢谢你，可是这不代表我会喜欢你。那我送你回家吧。没关系，琳娜说她会来接我。谁？那我陪你等。好。琳娜，别跑别跑，担心死我了。没事吧？没事，不要受伤。没事啊。没事吗？别担心。那我们走吧。好。帅了。嗯。
苏米，快死掉了，你快来救我，拜托了。快要不行了，你怎么了？我生病了，我那天中毒感冒很严重，我需要去医院，快点。高阳，你该不会在装病吧？骗你干嘛？你快点过来，快死掉了。你刚不是病得很严重吗？啊，没有了，看上去好，进，快点进，行。哦。谢谢。谢谢。这些东西都是你准备的？对啊。好厉害哦，高阳，那天在游艇上，好险你出现了。不然后面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啊，说明现在没那么讨厌我了。一点点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熊？请你的朋友琳娜吃了两顿非常贵的菜。琳娜？那她还跟你说什么？她跟我说你喜欢喝摩卡咖啡。说真的，这高阳对你还真的蛮好的，送你这么多的面膜。他才送几片面膜就想收买我的心，那说明啊，他很贴心啊。我觉得这马乔琳面膜还真的挺不错的。是吗？是啊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你试就好了。你不用的话，那我可就全都带走了。随你喽。
高阳，这果真在这儿啊！哎，那个，我把场地的图纸拿来了，要不咱们研究一下？可以啊，我先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苏敏，帮我们做我们的参会。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，别担心，这事就交给我吧。嗯，好的，可以啊，加油，赶紧走啊，赶紧走啊，走吧啊，那我们走了。哦，好，拜拜拜拜拜拜。你看这，我看看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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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哎，你最近不对哦。哪里不对啊？上班还在哼歌，什么情况？可能是最近的生活比较充实吧。你这几天在干嘛？跟朋友一起玩音乐咯。玩音乐？嗯。和谁啊？高阳。这个颜色可以换掉，我觉得换黑色反差会大一点比较好。你觉得呢？我觉得 OK 啊。好，那我来设定一下，这样子。休息一下呗，吃点东西。谢谢。你吃松饼吗？我帮你弄。谢谢。嗯，谢谢。这个呢？这么一次，我都不吃。我说高阳，你也别光顾着谈恋爱啊，我们还要搞演唱会呢，啊？演唱会？什么演唱会？演唱会啊。告别用演唱会。钱的方面吧，我再想想办法。那设计这一块就靠你了。好，谢谢。干杯。干杯。我曾经有一个梦想，就是创造一个很美好的未来，能够呵护到每一个女性。所以呢，我们的宗旨就是不忘初心，用心呵护。我愿化作一缕春风，绕在你左右。男朋友红糖，暖你心房。恭喜你 ，A 轮融资成功。Yeah！ 到电话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彭总叫你。那边找的那个人。哪？后面，在你后面的，后来一个。来。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我看到。等一下。跟我来。哥，这你弄的？你也太给力了吧，哥！在公司不要叫我哥。去吧，去吧。哎，我现在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大哥他已经同意赞助我们演唱会了，所以这次我们一定要搞得隆重一些。我前段时间一直在忙着自己的事业嘛，也没有跟你们一起投入到工作当中。不过从现在开始，我也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我们的演唱会当中了，还有我的股东们也很愿意来投资我们。来，我送给苏敏一份我的产品。谢谢。我也有一个好消息要跟你们说，演唱会的门票我设计好了，
你们看一下，觉得怎么样？看起来挺大牌的，我觉得这个纸得换一下。哦，好，我会改进。另外就是演唱会的舞台我也设计好了，所以我们要把场地赶快确认下来才能做后面的事情。嗯，时间方面吧我尽快定，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去现场看一眼。好，快祝我们演唱会成功成功成功，打败打败。梦里喊你名字的瞬间若有期限，尽头亮着我们的每一天，分毫不差的你刻下每一点，将会是生命中永恒的纪念。你我之间距离的远，分隔平衡点，像用红色的铅笔画上一条唯美的红线。哦，相信永远，无论多远，保持着想念。最独特的胶片，让我们搁置在床头的另一边，看你的脸。医生怎么说？不是很理想。小帅，我跟你说，无论花多大的代价，花多少钱，我们一定要让高阳醒过来，你知道吗？Thank you.
先回去休息吧，我在这里替你看着包表就好。没关系。医生说他的病情已经好转很多了，可是无法确定什么时候清醒。苏明，我俩已经决定了，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把演唱会给做下去。我们要带着高阳的梦想一起努力。感谢所有来到这里的朋友们。我们在这里办这场演唱会，起初只是为了弥补我们大学时的遗憾，而现在更是为了我们的好兄弟高阳。我们的歌唱给曾经的青春岁月，同样也唱给高阳。虽然他现在不在，但我们相信他一定能听得到。是的，没错，为了青春，为了高阳，我们继续。音乐。的空间，白色帆船漂泊着，我爱上回忆过去的影片，不敢想念，在爱就像优美的伤悲，盲人看。我现在为一位女生，我很喜欢的女生唱一首歌。洒在双人床的枕边，惊醒的清晨才发现，我已数天不见你笑脸，心跳隔着深深的海岸线，即使最美丽的晴天，这世界依然没有彩色的画面，也深埋着每一份想念，似乎早已都听不见梦里喊你名字的瞬间，若有期限，
尽头亮成我们的每一天，分毫不差的铭刻下每一点，将会是生命中永恒的纪念。你我之间距离的远，分隔平衡点，像用红色的铅笔画上一条唯美的红线。哦，相信永远，无论多远，保持着想念。最独特的胶片，让我们搁置在床头的另一边，看你的脸。的帆船漂泊着，我爱上回忆过去的影片，不敢想念，在爱就像优美的伤悲，盲人看不到的世界。时过境迁，可是我们会总有一天，你我之间距离的远，分隔平衡点，像用红色的铅笔画上一条唯美的红线。哦，相信永远，无论多远，保持着想念。最独特的照片，让我们搁置在床头的另一边，看你的脸。时针反向的倒回至初遇的当天，哦，当时你的那张脸，就让我深深地被你牵连。你我之间距离的远，分隔平衡点，像用红色的铅笔画上一条唯美的红线。相信永远，无论多远，保持着想念。说你这走来走去干嘛呀你？就是没人不太喜欢我，但那我去他家是不是修个什么抽油烟机？多好呀，去他家里修抽油烟机，多好的事儿呀这是。怎么着？他说太忙。不是你是笨还是蠢啊？你怎么能这样对答呢你？这样，哥哥再帮你一次好不好？我这边有一个一城一家的 APP， 你别说抽油烟机了，不管什么家庭设施，想维修想清理都可以。苏敏是吧？我来帮你下个单，搞定。搞定。啊。